天津。你别误会啊，这纯属节外生枝。回去之后，我会多给你2000块钱的。我明白，我知道自己身份，我不会占你便宜。今天晚上，我睡三号。哎，你是客人。走了，你看车都来了，是。哎，你们看，玉飞呀、啊，嗯，这婚也结了，妈妈呀也就放心了，是。妈，陆良，嗯，我把菲菲可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对她好，要不然呢，我可不答应你。放心吧，伯母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还叫伯母呢？妈。好了好了，快上车吧，别误了车。回去吧，妈。哎，回去吧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打电话来。哎，你说这什么男朋友啊？这人一请假连花都不送。雨飞姐，今气色不错呀。人逢喜事啊，精神爽。喜事儿？这里就不知道了吧。雨飞姐，这次回去是办终身大事去呢，这喜糖总也少不了吧。雨飞姐，你结婚了？你听他们瞎说。结婚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，这整栋楼都传遍了。不是说好了结婚的事情不说出去吗？这才几天呢，就弄得满城风雨，真有你。这是5000块钱，从此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对不起，我反悔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照顾你一生一世。我现在是白城家庭的。你也配？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。现在整个大楼，人人都知道。你有证据吗？结婚证、婚纱照你有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男朋友在美国工作，年薪100万。虽然他人没在这儿，每天送我一束花，你行吗？你能做到吗？Thank you.
进来的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家就是我家，我当然能进来了。谁是你老婆呀？你们进来到底干什么？我来照顾你啊，从今天开始我就住这里了。谁让你照顾？你们给我出去。李飞，我答应过咱妈和咱妹好好照顾你，你忘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管得着吗？没见过你这样不要脸的，给了钱还反悔，简直无赖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协议我还留着，你别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的东西。我知道你以为我有钱，可是这些钱我已经给我妈看病了。想吃软饭，找错人了。我干嘛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爸听说儿子结婚了，非要过来看看，也想看看自己的儿媳妇。上一次我帮了你，这一次你必须帮我，这叫公平交易。是不是我帮了你，我们之间就扯平了？那当然。好，记住你说的。爸，你慢点。哎，咱们到家了。啊，来了。爸，叔叔好。李飞，这咱爸。爸，欢迎你。孩子，你看，这是第一次见面。拿了一点心意，成年人不讲究这个，赶紧收拾。拿上。那叔叔快请进，快请进。爸，咱们干一杯。听说你要来，我跟鲁良也不知道要送你什么。这手机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这孩子花这个钱干啥？我有手机，你看，我这有手机。爸，你就拿着吧，这是我跟吕飞的一点心意。对啊，你就收下吧，联系起来也方便。爸，你来一次也不容易，就多住几天，我跟吕飞陪您逛逛。我在城里待着不习惯。我们小两口好好过。